来，开始了。海外拍不了，对，打上已拍。轮你了啊！啊，你不要怪我毛病，啊，我也不会怪你毛病。是不是看不着啊？转，这么转啊？啊，有一个不转，转的。联系客服啊，香港拍不了，联系客服。我操，发一个了。那个就是没发着。嗯。sorry。换发球。来，你发几个？大家点点赞，点点赞，不要我们的。啊，这就是我明年全国锦标赛的对手啊。嗯。看吧。我顶得长。啊，程建新外号是什么？老板娘的弟弟，老板鞭，你知道吗？再吃一个。这是转的不转的呀？转的，这是真转。这时候我没看出来，我看这发完有板是立着的，发球确实有东西啊。看着没有？他基本上就失误的球都是板鞭。你看着没有？没打正板，打手了。陈妍希有个特点，就是他跟孙挺一样，就孙挺发球是往这儿往这一圈这个边上发，陈妍希打球他也是往这一圈边上打，你知道吗？操！这有点跟孙挺打的感觉吧？开一局，接不过去吧？开一局啊！开一局我就不行了。五比五啊！五比五啊！好。快发球了，这打比赛了吧？操！擦我！什么玩意儿 ？Sorry 啊！什么玩意儿 ？Sorry 啊！六比五。我跟你说，我有东西反手现在。好。操！他打球，他不往那个板中间打，他全是从旁边绕过来的。拿什么球打你们一个？拿我们那个三星。这个是吧？不是这个，不是我的。这个。你看我拉他一个，他从这一圈上给我绕，他就不往中间打，你知道吧？还是不？Come on, come on！看着没有板边，你客场作你客场作战，我操！大家能分享直播间呢，给我们分享分享直播间，所有的球友们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感谢大家。我看你发的有没有孙宁好。发的确实不错，我跟你说，陈奕奇这勾手发的确实也好啊。我不虚啊，我不虚啊，我手里拿青龙啊。哈哈哈哈哈！
涨了防守。没想到吧？没想到，一般正常。这球你出去打比赛基本上就赢了这球。我手感还是不错的。啊，老板娘弟弟，老板编啊。是不是假一个啊？好吧，欢迎新进直播间的球友，大家点点关注，点一波关注，然后我们今天福袋大家领一领啊，左上角的福。哎，福袋呢？抽完了。谁与谁？擦网重发。十比十多少了？十一比十十一比十。第二局，你发一局啊？对，对，大家按照下端顺序啊，一会儿超级拳我给大家去粘今天的福利，买一送八啊，买一拍八。什么？差一点吧，别。这个角度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陈俊杰的发球，非常难接啊，大家可以看。我摆不了短，他发球。嗯，第一落点，第一判断很难接的，都是等点。这球怎么说？下边，这时候有争议啊，这时候你不让着我，这时候有争议不算啊，这时候，啊，这时候有争议不算啊。多少了？他老板棉的，弄得我也有点板棉。气不气？我搓他长了，他肯定板棉。我就不用虚，我就让他板棉。八比八。继续搓他就好了，我不应该补上。场上比分八比八。就车上去。我有信心了，我有信心出山了。九比九。十比九，啊，十一米八，发挥失常了，发挥失常了。我觉得球好不太一样。你放，啊，你别打，嗯，这个客场作战啊，正常，客场作战。不是。你不能那个让着我，你不能让着我，你必须得这个以比赛的心态，你不能以跟我玩的心态，我是无所谓，你知道不？你得以比赛的心态。这小子眼神变了。眼神变。
确实没睡好。我真不应该调动他，你知道吧？真不应该调动他。行，塞我。看出来了，好球。多少了？3-1，不是，八比六，这防太直。9-6。我小子真鸡了，我。9-7。有点被动现在。10-7。我操，好球。10-8。大家能点关注的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屏幕前给我们点点赞，今天冲到200万赞。他拉球太别扭了。输了，完了，11-8。他拉球拉得太别扭了，你知道吧？他这一圈，你知道吧？他一个动作能拉出五种球，我不知道他拉在哪儿，你知道吧？别打弹幕，我看一看。不打了，再打。对，不行，这小子急眼了，认真了吧？不打了啊。